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第一时间掌握状况，另外现在必须要等待司法的相验以及后续进一步调查才能够做最后的断定。但民进党的北市议员批评蒋志武的第一时间是踢皮球给中央，态度不对，是指责你的状况，你怎么看？我们就是依照规定进行重大儿童保护事件的通报，怎么会是甩锅或推卸？